这位骑士啊，身高不到1.6米，感受一下奔达的1.7米，坐高对他还是有压力的。你也骑不了。哎呦，这是中国最炫的吗？对吧？王圈，骑得了吗？你骑，我觉得你骑不了。你骑不了，骑不了。你也是够不到前面的这个刹车这一块不好够。再换一位1.8米的骑士就能够轻松驾驭了。你见到这个都不用。哎，你没问题。这个坐高倒不是特别高。它就是轴距长。最后换我去感受一圈，试想一下，等春暖花开的时候，骑着它，沿着大海边，享受那份风雨自由。这个车的驾驶感受咱原来聊过，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说一点我小小的担心，这个大后轮如果是下雨天骑行的话，挡泥板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？刚才过减速带，感觉减震确实有点硬。大家伙觉着50,000多就能落地的奔达1.7米四缸车，你们会感兴趣吗？